私人飞机我是不会出席的，私人飞机停到我家停机坪就好了。老师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下周要去参加奥斯卡。奥斯卡 ？Relax， 等我从颁奖典礼带瓜回来。这两件怎么样？怪怪的，老师。那这件怎么样？饱和度高了，有点显黑，老师。没有一件合适的，就这件吧，老师。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您颁奖典礼上穿上绝对绝对艳压群芳。去年夏天嘎啦红毯，手臂都晒分层了，穿不了一点。老师，您可以用Olay超白瓶身体乳应急啊。我知道它，坚持用14天，不仅美白，还能均匀肤色淡色差，白到合照占 C 位，水水润润的，挺大一瓶，像关节黑的地方多涂一点也不心疼，是那种温柔白桃香。还好有它，夏天又能穿漂亮裙子了。老师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？我是代言人呢。那您如果到了现场见到 TFBOYS， 能不能帮我把这个信交给他们？TF 啊，交给我吧。I'm back， 省奖省奖，最佳恶毒女配。哎，老师，我那个 TFBOYS 的信，你的 idol TFBOYS 颁奖典礼没来，他们要出新歌了，信我给经纪人了，但我把你的联系方式给他们了。